今天西路团建举办了慈向关怀敬老供养大法会，就是为了这个老人提孝仁爱关机行动，同时这是获得各商界先进社会贤达出于对老人的一片关心和慷慨。同时报销的礼物乐捐百米以及用品来供养这个老人，这样热心公益爱护老人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和钦佩。因为有些国家丰衣足食，他们的天气很好，满地黄金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他种什么就成长什么，就这样的情形他们得到很多的农作物。但是啊，也因为这样人类的可悲，人类的自私，因为他们农作物太多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太多的番茄啊，他们的价钱就跌，当他们的价钱卖不到，他们甘愿将这些农作物，将这些古库的东西丢进河流，丢进那个很大的洞埋掉，甘愿将浪费，让那个价钱回升。所以这些很多有钱的国家，很多的人民都是丰衣足食，但是另外一边却有些国家在打仗。来，